感謝你在這個一年的年底的中間，六年年要到的進程，我要召開教會的中間，我要一邊組織去處理的聖殿，我在這大家了解你，我相信主你會當借我每一個人，讓我們走一生的路程，因為跟主你人走，讓我們有氣力，讓我們有勇氣，讓我們有穩定，讓我們有生命。願主你常常幫助我們，引導我們，也帶領我們，用你的話來吃做我們的幫助。主啊，今早起我們兄弟姊妹來到主你的聖殿，我有空空來通過主你信心的灌顧、保守和帶領，通過上帝的話的勉勵，讓我們對你的話的中間來得到力量。主，我將今早起的聚會當作芳芳的祭，獻在主你的面前，願主你欢喜。我安尼祈祷，靠主的名。阿門。啊，這位同工，請來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伫安息的圣日，牧师伫遮用上帝话，甲咱做伙来勉励。伊要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的所在，咱可能有感觉，伫这个年的气氛慢慢啊愈来愈浓厚，要过农历年，大家心情嘛真欢喜。伫这一两个礼拜中间，啊，牧师不止主持真济个婚礼，啊，而且参加真济婚礼。敢若咱伫过年个农历前，吼，真济啊，遮个无论是世俗个啊，或咱个姊啊，主内兄弟姊妹，吼，可能拢有一个想法，吼，娶个老婆好过年，吼。所以牧师伫即几天中间啊，参与遮个婚礼。嘛，感觉有真侪喜气。昨昏参加一个婚礼，一个婚礼，伊个阿嬷十八岁，吼，十八岁结婚，伊个囡仔十八岁结婚，啊，伊个囡仔嘛佫十八岁结婚，吼，我第一遍拄着。啊，你十八岁乘以三多偌济？啊，三八二十四，五十四岁。啊，五十四岁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要当阿嬷了。我讲啊，你遐少年，啊你几岁啊？伊讲我五十六岁。我哦，啊你拢无拍算，天天吼、哦，你看咧，五十几岁、十八岁、十八岁安尼，伊五十六岁、五十七岁就要啊，就要做阿嬷，所以伊嘛真欢喜。伊讲我人生吼，啊我看到安尼我嘛真欢喜。啊，牧师咧想讲啊，安尼咱嘛要共好。虽然讲牧师五十几岁，老爸阁还袂做着吼，迄个心境、心情的落差真大。总是我相信上帝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稳定，有伊的时甲机。啊，今仔牧师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，这个主题的经节，牧师用这个经文甲咱来分享。这个经文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牧师用信去向安息。这个经文跟我们来勉励，在希伯来书，伊的作者，咱来看伊的作者，伊无真明讲啥物作者是啥物人，但是在希伯来书伊的背景下面，真侪释经家，吼、哦，伊有甲伊做一个经历，伊的作者有可能是保罗，可能是阿波罗，可能是路加，嘛可能是巴拿巴，那伊希伯来书伊写作。的时间大约是公元的八十一年到九十年的中间。那这个经文对咱来讲真重要。伊的主题主要是在讲宽免的话，哦，宽免的话，勉励咱家己，勉励咱四周的人，勉励咱所有军队主耶稣的人。伊所讲的重要的，就是耶稣上帝永远行，借着伊大祭司的工作。予人做得到清气，而且因为咱的主耶稣，予咱会当去到永远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希伯来书伊真好，伫这个经文的中间写作，就是咧勉励。这个主题中间，伊常常用宽免，宽免，宽免就是一个勉励的话。伫这个经文的开始，
这个经文牧师甲伊摘要整理有几点，甲咱今日姊妹来做分享。伫这个经文的内面，第一项牧师甲咱分享的，就是咱爱时时自我来省察家己的心，时时自我省察家己的心。伫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所在，十二节讲兄弟啊，恁着谨慎。行了恁中间检查有人肯无信的歹心离开真我的上帝。在咱的内面，每一个人的思想、每一个人的信仰背景、甲伊家庭的背景拢无同。伫到一个大家庭的内面，咱伫教会的中间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拢无同，所以信的经验检查拢无同。但是什么这是一个纯正的心。在这个所在，咱对圣经来看的时阵，上帝用伊的话常常来教导咱，勉励咱，就是基督的信徒爱常常去看上帝的话，常常有祈祷的心。所以伊这句话内面有讲到的，就是讲在咱的中间，咱爱常常咱啊爱谨慎，爱谨慎，谨慎家己的思想，而且谨慎咱四周围兄弟姊妹做伙信的同伴内底，因所讲的言语，吼言语，因为言语安那会影响人。啊，这言语是对得来，有时对咱家己来无来，有时安那是咱信的兄弟姊妹对外面来的影响。所以最近真侪牧师在讨论的，就是同性恋的问题。哦，甲咱咧讨论咧多元的家庭，这真奇怪哦。多元的家庭，上帝设立的婚姻是安那？是一夫一妻，对不对？但是即摆外面咧讲的多元家庭，就讲你的家庭甲我家庭嘛，咱男做伙，啊，咱安那男男会煞变做哪？一个家庭，哦，哎，啊，这嘛会通呢？这嘛会通。所以真侪人外在，即个语言外在讲法。有可能啊，即个讲法会影响着，伫咱属基督主的百姓内面，咱每一个人的思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的话来听着的时阵，咱爱真主要就是爱安那，咱爱常常来警醒家己，省察家己。伫咱的心的内面，咱要安那，咱来常常去看，对圣经中间的看，外面讲的语言。是不是圣经中间的教示？基督徒甲外面的人所无同的是因为啊啦，因为咱有一个心伫咱的心内，所以基督徒常常啊啦爱行伫上帝的话的顶面，咱嘛爱常常来啊啦盘点自己，哦，盘点自己，恁家有啥物物件，哦，啊恁家恁家会当做啥物，咱拢爱啊啦爱常常去看去想。好，啊，那时阵，咱才有法度愈来愈进步。第二项，伫这个经文的中间，吼，咱爱注意的，就是探药今仔日爱比出啊啦，爱三款面，吼，三款面。比出款面原文的意思，吼，就是啊啦，有一个激励，有一个警戒，有一个安慰，加啊啦，加请求的意思。咱对罗马书。吼、哦，罗马字的翻译来甲看的时阵，咱头啊有今仔日的时阵，咱来安那常常来彼此来宽勉，吼、哦，彼此宽勉。二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所在，咱看到伫咱的中间有真侪言论，有时安那会甲咱影响的时阵，咱趁也有今仔日的时阵，咱来安那常常彼此来宽勉。我咱这个成长的团体不仅啊，不只是望上帝稳定，而且咱这个新的团体内底，也因为咱常常宽勉，哦，和上帝的祝福临到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所以伫这段经文的中间，特别强调的就是教会的信徒之间疼心的表现，就是啊啦，就是咱爱常常来提醒。常常来分享，常常来宽勉。咱宽勉所表现的注重的是倒一个部分，
就是伫咱人性的部分。咱看到旧约中间，也是新约的内面，属上帝的教会，也是上帝的群体中间，行到尾仔的时阵，真侪人因所行的路啊，慢慢拢歪错，哦，慢慢拢歪错。直到到尾仔所信的，过去的经验的内底，有迄个幻影出来。幻影煞一个幻影说，讲爱主耶稣，迄是假，迄是一个影来着。有这真奇怪的一个哦，信仰因的一个讲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伫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所在，这个经文特别讲到的就是安那，就是咱爱常常趁了今仔日的时阵，咱爱彼此安那，爱宽免。咱爱宽免，因为伫互相宽免的中间，伫信的顶面。就是要怎样，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这是上帝的话。所以在十五节的时阵，十五节的所在，有讲到的，今仔日恁着听伊的声，就袂逆恁的心了。咱老听上帝声的时阵，咱就安那袂逆咱的心。常常走在上帝的道上面，我们常常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怎么样。用自己的想法，用家己的想法来行下去咯。所以，咱看到这个经文的中间，真实际的呢，就是安那，摩西伫旷野生活，几冬四十冬久，四十冬久。伫这个四十冬久的过程中间，因拄到真侪的试炼，拄到真侪的艰苦，拄到真侪的不足。总是伫因这四十年的中间，摩西爱遮以色列人，因所做的就是安那，因爱常常来宽免，行伫上帝路的面前，这就促进咱每一个人的一生同款。咱咧行一生的路程的时阵，咱嘛有真多，就亲像旷野迄四十冬久，遮的经历。所以真侪基督徒因伫行个生命的路的顶面。伊嘛拄到真侪挑战，真侪艰苦的事。那摩西伫旷野四十冬久的中间，伊有去看到上帝亲自的带领。总是摩西有体验到，伊有分享，伊有去做遮的事来宽免遮人。总是有个人安那，人生的中间伊安那对无着，直到伊到尾啊无法度入去到工地，入去到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所在，特别勉励，咱爱常常啊啦，爱三劝，彼此三劝，三宽免。咱有宽免的时阵，上帝的话来伫咱的心内的时阵，咱的心就会柔软，但是有人呢，伊若有无心啊、歹心的时阵，伊就啊啦。伊就真侪奇怪话，讲啊假啦，即安怎用人的想法，就亲像当初时夏娃啦，伊在引诱亚当同款。伊讲迄个神农果，上帝甲你讲个袂当食，假啦。你若食了会当啦，会当较上帝啦，病大吼。所以即言论伫咱的环境中间来衍生出来的时候，咱爱特别来注意。第三项，第十八节到十九节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信得享安息，信得享安息。圣经中间的宽免，一直咱勉励基督徒爱安那，爱听上帝的话，爱听上帝的话。咱有听，有信，有行，这就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爱听上帝的话，爱行上帝的话。在这个经文的中间，无听上帝话，结局是真悲惨的啊！就是啊，伊无信，无信，咱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救赎。所以信的人，伊会当得到安息，安息。在新约圣经的内面有讲到的安息，牧师特别去甲看伊安息的意义啊。圣经中间的记载有讲到的啊，有安息日，啊，佮有啥？佮有安息年。安息年，那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，因的宗教的节期就是六日了后的第七日，第六日日落了后的开始，到第七日的日落，迄天
吼，停止一切的工作。天公就是安那，就是安休日，吼，就是犹太人因宗教的这提供安休日。那安休年呢？安休年就是每六冬了后的第七冬，吼，第七冬就是犹太人因讲吼的第七冬，迄冬就是安那安休年。它伫安息的中间有真济重要的吼，安息就是安那，安息年的时阵，那一年就是不工作，和土地安那休耕一冬，休耕啦吼，休耕一冬，和土地有安那有休耕，因为土地是有活命，吼人有活命，土地嘛有活命，所以安息日的时阵，人爱安那，人嘛爱休息，休息要怎啊？我来放松自己。来到安那上帝的面前，做伙调戏上帝。那伫安息年的中间，吼、哦，安息年佫第二个主要的，就是安那做奴隶，无论吼查甫查某，伫第七年的时阵，拢安那，予伊离开，啊、哦，予伊解放他的身份，吼、哦，解放他的身份。所以呢，伫过去的时阵，伊若第一年到第六年，伊伫这个家庭做奴隶，第七年就安那，予伊休困。那是安息年，啊！佮第七年的时阵，伊若借钱，予伊予人呢，吼、哦，这主安那，全部拢唔免还，豁免，吼、哦，豁免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就是讲一个安息。啊，所以有当这主，咱来咧看是，哦，安尼这对这主来讲，安息年的时候，债主吼，这也是债权人吼、哦，这家己本身借人钱的人，吼、哦，借人钱的人。伊敢若损失真济，啊！第七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得安歇，所以啦，不用还，啊、哦，不用还，有那个豁免。其实伫圣经的背景中间，第七年迄个借人钱，兼在是一个财主，但是伫个背景的内面，你伫这个安歇年的时阵，你借人钱，你虽然欠你的钱的人无还，总是啊，你因为你对伊的态度。对伊的心胸，你对守这个安息年的时阵，你安那，你得到的祝福较大，吼、哦，得到祝福较大，因为你安那，你顾念遮的圣像，圣经的背景是安尼写，所以咱看到这个安息，无论是安息日，还是安息年，拢是上帝安那，上帝祝福的日，上帝稳定。所以伫这个经文的内面讲到的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来常常伫主的内面，咱来享受上帝来的安息。哦，这个安息是安那，是永永远远的安息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内面，咱来常常来做礼拜，听上帝的话，咱检查一七日日中间，哦，你真无用。但是你第七日的顶面，你安那？上帝有陪伴这个囡，就是予咱有休困，吼、哦，休困的时阵，咱伫伊的家庭的中间来分享上帝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对安息年过来看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咱伫安息年的中间会看到的，就是平安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吼、哦，咱伫即代遮吼，互相有在请安。平安是表明上帝在咱的中间，在咱的生命的内面，哦，通过咱在这个聚会的分享，咱领受上帝的恩典加祝福。那今仔日牧师用这个经文跟咱聚会来分享，新的人爱听上帝的话，哦，你若无听上帝的话时阵，就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。因为不听上帝，所以你走了很多冤枉的路，失去很多的恩典跟祝福。在这个农历的年初，我使用这个经文跟咱做回来分享，唔忘咱在咱的生活的中间，重新开始去寻求。咱生活对所用的是，顶头生的人，伊的态度绝对不同。顶头生的人在伊的一生的中间，伊啊。伊会当去认真去做伊甲上帝关系，伫神的顶面，伊努力来经营信仰伊的生命，有经营伊就会经营着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。只是咱做伙阿头来记得。
是阮听人听的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通过主你的话语，会当真侪阮兄弟姊妹的帮助。我伫一生的中间，我因为信，我相信信要真侪阮盼望的一个依靠。我若相信我的信，伫主你的内面要因为我的信，伫我一生的生活中间，主你真侪阮的肯定，愿主你也帮助阮。我们祈祷，靠主的名。